Hello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lla 钟小玉，欢迎回来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拍什么呢？没错，你们看到标题就知道了，我今天要拍24小时不理我老公。因为呢，其实很多人都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说，想要看我24小时不理我老公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呢，我就拍这个 content。等一下呢，我一出去呢，我一开始就不要理他。但是24小时我觉得会太长，我担心他会怀疑。其实不用24小时，我觉得可能10分钟或15分钟他就开始怀疑我在拍什么了，因为我没有试过一整天不理他。所以呢，没关系啦，因为是你们的要求，我就拍给你们看。好，那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你们一定要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就是别忘了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有别忘了 follow 我们的 IG。 OK， Let's go。 豆豆来妈咪放，妈咪放。哎呦，豆豆刚刚打针，所以他有一点累累的。干什么？有哎呀，日常啊。来，嘟嘟，嘟嘟很累耶。啊？爱什么？哎呀，很乖呀，嘟嘟今天好像很乖这样哦。今天爱什么？嘟嘟很乖哦，对不起，哎呦。林妹呀。豆豆很想睡觉。哎，豆豆啊，可爱。你不要回应我。哎呦 ，focus 不到豆豆。哎呦，豆豆。哎呦，你看。Hello。哎呦，豆豆打瞌睡了。Hello。豆豆好累哦，豆豆打瞌睡哟。嗯。妈咪想呀。哎呦。哎呀，豆豆。哎呀，妈咪想呀。哎呀，妈咪想呀。臭不要脸！你今天拍什么要跟我讲哎？Hello。 你想要你看，跟我们去那边走。豆豆啊你跟男孩子要下去。饭都不叫我，自己吃啊！哎呀，好吃！不错啊，蛮好吃的。你带什么 ？Hello。有风吹到我的相机。Hello， 这里的鸡饭哦，蛮好吃的嘞，真的。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买啊。要拍什么？怎么我相机会移位的？要塞好一点 ，OK。自己吃的不要叫我，不要理我。你
你要买那个，你要那个吧。Hello， 听到我讲话吗 ？Hello， 豆豆。Hello， 豆豆。Hello， 豆豆那里。豆豆每一次啊，我们吃饭了，哎，我吃饭了，豆豆就在我的脚下，哎，在那边等我们。丢了我又不要理我，你是想怎样今天啊？你怎么一直弄我啊？哎呦，不要理我。哇，切水果，这个好吃啊 ！Hello， 切水果给我吃啊 ！Hello， 豆豆啊 ！Hello， 你怎么不理我呢？哇，小心手哦，啊，这样子切，你切两粒呀，一人一粒 ，OK， 好不好？不要不理我啦！豆豆，豆豆啊！不要不理我啦！豆豆啊！豆豆很可爱。哇，切好了，我们出去吃。嘿，等我们。嘿嘿。甜吗？啊，可以。对呀。甜吗？甜的。这个很好吃哦。这个。对呀，给一个来嘛，来，快点。你们看，他今天就是一直不要跟我讲话，一直不要理我。给一粒来啦，哼，你以为我不懂你拍什么咩？今天一整天都不要理我，早上到现在都不要跟我讲话。OK， 不用紧，你是拍不成的。OK， 我已经知道了，我看你拍什么。喂。拿来我的相机。对对对。你看他应我了。我应我了啊，你终于啊不要理我不是吗？啊，你不是不要理我啊，我们不要理他，豆豆。我们也不要理他，豆豆。我已经跟你。你过来，我们走，不要理他，哥。
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一定会失败的，我拍这个空间。所以呢，我的24小时挑战不理老公呢，其实失败了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猜到我在做什么的。我从来没有试过在家一整天没有理。对呀、啊，一直不要理我，一直不要跟我讲话，嗯。嗯，现在回应我了，是观众留言要我拍24小时不理老公。你觉得你成功吗？所以我已经知道我不会成功了，因为我知道大概10或15分钟你一定会猜到，我已经讲了。所以呢，果然我的挑战就是失败的。你看兜兜都不想理我们了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影片哦。然后呢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下个影片在我不要理你了。你看着办吧。